明月几时有，中秋送啥酒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月圆时节了，这送礼啊是必不可少的，怎么送才能有礼又有面呢？首先呢，送礼不单送，中秋啊是团圆的日子，成双成对的送最合适。除此之外啊，有寓意的包装更能锦上添花。那就比如我手上的啊，水井坊井台礼盒，打开看看啊，这酒的外包装啊，宫腔红，看起来喜庆吉祥。瓶身的琉璃金呢，更是尽显高贵。这心意有了，品质当然也在线。礼盒里的两瓶呢，用到的是水井坊的高端产品水井坊井台特有的一号菌群啊，加之传承600年的水井坊酒传统酿造技艺，让这酒开瓶就能闻到扑鼻的窖香和粮食香，源于双重蒸馏啊，更是带来双倍的醇甜与醇厚两种香型的交织，入口呢非常柔顺，酒体圆润醇厚，入喉啊香气更是一整个包住口腔，这个啊是水井坊一独双香特色工艺才能带来的体验。在中秋节啊，拿到这样一款品质包装与心意都到位的高端礼盒呢，无论是送人还是聚餐啊都非常合适。如果你想入手一套呢，今天在天猫下单啊还有机会获赠浓香酒心冰淇淋，源自水井坊携手哈根达斯的联名中秋礼盒，还有多重福利礼遇啊，手慢了就无了，赶紧去瞅瞅。